荧光纸巾的，让我痛痛一下，让你痛痛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完全不觉得冷吗，心雨？我比较不怕冷。你不能这样，这才冷呢。冬天呢，有没有最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冬天喜欢吃火锅，喜欢泡汤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泡汤，刚好正合你意的。真的，超喜欢。我是蓝心雨，我的身高158公分，体重17公斤，三围是32G、24G、35。我的星座是巨蟹座，兴趣看电影、吃东西。我不吃青椒，不吃豆腐，其他都吃。心雨，那冬天呢，有没有最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冬天喜欢吃火锅，喜欢泡汤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泡汤，刚好正合你意的。真的，超喜欢。自己有没有去哪里泡温泉泡？可以跟观众推荐一下乌来或阳明山，我比较喜欢去乌来，因为乌来比较没有硫磺味。对，所以你不喜欢有硫磺的温泉？不喜欢太重，因为很像屁味，觉得很臭。那有跟男朋友一起泡过吗？有。那泡汤的感觉怎么样？跟男朋友泡汤？很幸福。很幸福是不是？那所以你也会跟男朋友一起共浴咯？这是小情趣，一定要。哦，怎么说？那通常怎么样在洗澡中展现这个情趣呢？就是可以帮男朋友搓背啊，对啊，然后或者是戏水一下。哦，好，我们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到一张你很劲爆的照片，当初怎么会有这个 idea 了呢？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只是把自己的头当麋鹿，然后我就想要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就用一个麋鹿跟圣诞老公公。头当麋鹿是不是？对。OK， 但下次有打算再运用它在其他造型？有粉丝说他喜欢河马，问我要不要扮河马，我好努力想一下。胸部扮河马？他是这样讲，我很努力的在想胸部要怎么扮河马。因为河马的鼻子很小啊，这样很奇怪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就是北投嘛，刚好符合你最喜欢的冬天活动。对。然后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来泡汤，然后呢，当然也不会让你一个人独自泡汤，怕你太无聊了。好。所以我们有准备就是特别嘉宾跟你一起共浴。哇，有点兴奋。来，我们司机大哥请出场。これは司機大哥です。はい、那这个还麻烦你啦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你还自己准备就是一些给息是不是？一定要，还是专业的司机大哥。心雨，你跟男朋友如果是共浴的话，大概的状况可以帮我们模拟一下。这是戏水的一个，一定要戏水。你会着重在哪个部位吗？就是会是贴近他之类的。贴近他吗？他会害羞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那我帮你准备了。来来来。提毛巾，可以再大力一点，没关系。我怕你痛痛。让我痛痛一下，让你痛痛。你觉得我们司机大哥这样的身材可以吗？会不太瘦弱？有腹肌。没有腹肌，所以喜欢就是要猛男型的就对了。可能需要一点人鱼线之类的。那个奇异笔借我一下。可能大腿还比较细一点。行的，太爽啦、啊！这份工作。好，心雨，那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，就在你帮老司机洗澡的同时，好，那如果你没有答对超过5题的话，你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喽。好。计时开始，请问你上次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昨天。请问你最近一次被告白是什么时候？2年前。请报自己一个料。报自己一个料。对。好难哦。时间在被一秒流失哦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这太难了，不行，我报自己一个料。坏习惯也可以啊。坏习惯。对啊，你是爆料哦。对啊，或者是做过一个就是不 OK 的事情啊。不 OK 的。很偷看男友手机啊之类的。好，偷看过，可是也是2年前。好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？想做不敢做，我想要去澳门跳那个塔。
你最多颜色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你性幻想哪位男明星呢？男明星哦 ，Oh my god！ OK， 时间到，你还是可以把自己讲出来，或是你欣赏的，就是目前觉得哎还不错的歌手啊、演员啊、主持人啊，或是我们的立冬啊之类的。这个笑声是，我觉得丰田蛮可爱的。丰田，哇，那立冬听到这一段应该会难过。这比你勇敢多了哎，他完全不觉得这个是我就要发抖哦。哎，所以你完全不觉得冷吗，心雨？我比较怕冷。但我们老司机现在有点就是颤抖的有点严重，你可以安慰他。慌了。你要亲我，我的刀呢？不是他拿不出来吗？天啊！来转身，然后对他抛媚眼，因为一二三，肩带三连波，第一波好明显，第二波，大概你眼神没有离开过。不是，你不能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玉，我158公分，47公斤，然后三围是32G、24、35。我们一阵大哥打个招呼。一阵哥你好。好，麦克风还是遮住。哈哈哈哈哈。什么星座的？巨蟹座。巨蟹座，你身高多少？158。158G 哦，哇。哇，这容量大、哦。容量很大。对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心玉，你常常被偷看吗？就因为我平常有在外拍，然后之前有一次就是尺度比较大，然后只有贴胸贴在海边，然后我就这样子抱着，然后那个就是旁边有路人就在那边走，然后他就贴胸贴在海边，对，哪还想抱贴在海边？不是该贴的，胸贴怎么会贴海边？那贴干嘛？错了，就我在海边，在海边贴胸贴，然后我就这样抱着。然后他就这样一直走，然后一直往后看，然后前面刚好有那个狗大便，然后我就很娇羞的就这样转了一下，他就直接踩到那个大便滑倒，就狗吃屎哦。对。可是你是拍这种上空，就是对上空，就自己这样抱着。这个你在海边这样走，我们真的，我们连大便直接来吃，不用吧？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是是梦，这是梦，这不是真的，我这拍照才是这样。那你们觉得做什么样的动作，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引起男人那种偷窥欲、想看的欲望？嘿嘿嘿，弯腰，弯腰，弯腰。你是怎么弯呢、啊？弯给我们看一下。因为我之前有穿。对，这我不懂。OK 啊，有理。想懂？你怎么懂？哪个 moment？ 对啊，你怎么弯腰？拿东西或什么，不是会。哇！麦克风。你对着那个摄影师拿东西，麦克风拿下来。哇，好性感哦！这样不看不行哎，真的假的？这样一定会看，一定会。弯腰。医生大哥，你很久没讲话了。一直在储存资料。是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弯腰。对，确实我们会用。那是你身材太好了。对。那你穿什么呢？又穿，对啊，你一定是穿这种有事业线的。事业线的。如果休闲的话，就会穿背心啊什么的。那还是有事业线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就不露事业线，是不是出门会没有安全感？也没有啊，因为平常工作，大部分的衣服就会可能买比较工作要穿的。你们对男人的定力感到有信心吗？没信心。你有惨痛的经验，对你有被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男性本色啊。那不能这样讲。你不色吗？哇、哦，哎呦，你就别客气了。还好，不要谦虚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喜欢看美的东西。对、啊、男生是视觉动物，没办法。对，就一起看。因为这个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当初那个造人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男生负责打猎，所以我们眼睛随时这样。就要注意，本性要注意，什么都好吃嘛，好吃。对，猎人们。对，就是有好看有美的东西，我觉得大家都喜欢看，然后一起看，一起分享。一起分享可以哦，可以啊。你不会吃醋？不会啊，我也喜欢看美女啊，我也喜欢看帅哥啊。我也是。可是你准你男友看别的女生吗？可以。真的假的？那现在叫我们一起看，要一起看，不可以自己看。对啊，要一起分享啊，他哪里好，我也可以就是。不可能。
你看了就被骂了，真的最好是女生都这样讲，对我都会这样，回去马上翻脸。你看那边，那边好多鸟，就看别的地方。是哦，但是男生就看到你们如果穿的稍微比较性感，你是一定看的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好了，这个太狠了啦，跳绳，对，请开始。哎呦，头发拨一下，头发拨一下。那我跟你讲，不要再跳，现在不要跳，什么？不要跳，衣服掉了什么？性感三连拍，对着他，一二三，一。哦，不行啊！整理一下，对对，衣服整理，二，整理，继续整理。哇塞，童颜巨乳。哇。对，来转身，然后对他抛媚眼，预备一二三，肩带三连波，第一波，好明显，第二波，大概你眼神没有离开过，不是，你不能这样，这太笨了，大哥你消失了，你的眼球消失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大悲咒哎！你眼神好强。二十一次，总共也才不过六十秒，你二十一次这个，真的很好看哎。嗯，他刚太狠了，他太狠。我现在有很亢奋的感觉。他刚太狠，他那个肩带三连波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厉害。而且他波里面的都波了。对，这个太恐怖了。你的车灯竟然改错漏了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贴心。你长这样，谁都想贴你的心。高一点，马上打枪我。好，还有卖场见真妹，辣肉超亮车头灯，他找本尊，惨遭网友围剿。哦，这个角度很棒，这个很厉害耶，这个就是偷拍了吧？对，就很像，这是很超市吗？这是哪位呢？欢迎星宇。星宇。哇，这个要，你的车灯竟然改错漏。现在有一种车灯是你转弯到这边自动会亮。就是高级货。Oh, OK， 哇，你好，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2G、24、35。哇哦，巨大，一只手颗粒丝钉，你的表情太恐怖了。他刚才就叫，他就。我刚刚看他在数的，到底是他还看自己，算不完啊，一直算不完啊。请问一下，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去年年底的时候。你去哪里啊？我去卖场，大卖场，然后买东西。你住南部的？没有，北部。那年底的时候，年底很冷啊。我很怕热。You ha baby, you ha, OK, I got it。他去大卖场是要吹冷气。哦，没有，他一直站在冰冷冻库前面。你被拍的时候，后来就被登出来。对。那你的心情是愤怒呢，还是觉得 OK 还好？无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被很多人骂。骂什么？就是说我是故意的，我在炒作，然后说我是在帮忙业配。可是我在玩手机，没有人业配楼梯口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你会伤心吗？被讲成这样？刚开始会，可是后来觉得还好，没感觉。哦，对，死猪不怕滚水烫。好，死猪不怕看滚卷的。什么？再说了，最近有学到这一句，对，已经疯掉了。死猪不怕扛就给你。可是至少关注度变高，就是你的粉丝量有提高，这对你来讲还是好的啊。有提高蛮多的。新闻出来，粉丝去这个楼梯口等你。对，就很多就是粉丝到，就是爱上圣地，太天真了吧？到这边来堵我。楼梯口突然不能动，对，站满人呀。在门口，对，你们怎么会认为他每天都要在这个楼梯口穿这样？对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可能住在那个地方。那你是不是住那边？不是，我在那边工作。在那边工作？对，附近。哦，请问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等你介绍。好，我帮你介绍张立东。立东很棒哦，张立东最喜欢，张立东都在楼梯口。好矮哦，我还可以睡在楼梯间呢。你怎么会没有男朋友？
就没有啊，没有人追求你吗？这样有啊，可是真心的很少。哦，真心很少。哦，都是想来试灯的，就是嘿嘿的那种。可以吧？献歌吗？嘿嘿的那种。那有感觉？那这么久的时间，这个新闻这样，有人跟你告白？有，就是有粉丝特地到那个卖场去，然后在门口，然后献出就是告白三宝，就是求婚三宝，拿鲜花。然后是葬礼啊，还有三炷香、戒指，然后戒指哦，戒指先买戒指给鲜花，戒指还有什么下跪，我单膝下跪，哇塞，那这个跪一排呢，我们去以为是那什么岳飞前面的秦桧呢，我们走过来吐痰吐一排，不是真人，不是戒指，那他是就是当众打开，然后当场就下跪。然后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，所以你后来还是有去，还是出现了嘛？有，就去买东西。哇塞，他们真有耐心在那边等你，对，还真的等到，真的等到。那方便看那几克拉？看不懂，吓都吓傻了，还在看他几克拉，跑都来不及了。哇，那你后来被偷拍成为常态？对，因为后来有再被偷拍到一次，那一次也是要来录过光。然后在楼下喝咖啡，在我们三立喝咖啡，对，就在星巴克那边。我星巴克吓死我，我们三立里面也有这种人，没有，我在星巴克喝咖啡，那就是前面那几个机器的，这种照片只有摄影师拍得出来，请看。哇塞 ，My God！ 这个偷拍人是摄影师吧？他很会取景，他很，可是他感觉一定很近。三立员工，我们悬赏500。知道是谁拍的，把他指认出来，拍的很好。这个你这个很敢穿啊，很热，因为上我们节目嘛，又哈，对，会长疹子吗？不错，真的不错，会长疹子。不要冲啊！你这里常常流汗。对啊，不困扰。好辛苦，困扰，好像把你擦掉。什么东西？平常要夹着卫生纸。夹哦。今天有夹吗？没有。好，没事，好，吓到那个视觉的享受。你是卫生纸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怎么就因为一个一直计较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贴心，贴心。你长这样，谁说想贴你的心？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马上打开我。谁叫你白标了？白标，白标。第二次被偷拍，心情有不好？没有，因为我很常被偷拍哦，就习惯，对，习惯没感觉，对，那欢迎大家来偷拍他，我们真的不是，对啊，我们只有恭喜你，没有那么注意到旁边的人，对，有些人对这种事情是真的神经比较大条，嗯，比较不敏感，对不对？比如在路边啊，被人家这样敷脸被拍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只一心的想要偷，真的不知道，一心想偷皮包，是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会比较专心做我自己的事情，所以别人旁边在干嘛，我没有去注意。其实他们没有恶意的情况之下就还好。如果你不介意拍，就是我欢迎我们去拍。对啊，干脆我们出来外拍，我们出来赚一笔啊，这样要。不行，一定是去旅馆拍，好可怕。我不一定，旅馆的钱说不定我还出不起。你放心，丰田会出。丰田会出，好。